但是我告诉你，他只要把他的钱归在他的下面当增高垫，绝对比他高。我也想要把他这些增高垫。好好赚钱，孩子们，好不好？给金钱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刚这个颁奖者是我们的芊芊，那芊芊送给我觉得也很会吃，真的，而且本人很漂亮，真的。